Hello， 大家好，小王今天来到了射击俱乐部。相信每个男生小的时候都有一把想当007的瘾，今天小王可能就要圆这个梦了。小王今天来到了位于迪拜的射击俱乐部，他们这里提供全套的真枪实弹的射击体验。那么下面就跟着小王一起去看一看吧。We want to book the shooting. Yeah. Yeah. I need passport for everyone, please. Okay. Okay, sure, sure, sure. Okay, sure. Okay, sure. 每个人多少钱？这个是一张那个他们的一个预约表，用户注册表。对，可能就是一些安全条款之类的。哦。来，每人多少钱一张？So we can select different types of package and try for one. This is this one. This one is the one they recommend. Right? Is this one? Let me see. CZ-07, I think. Let me see. Hey, it's different position. CZ-07. Ah, 随便你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230，这个300，这个是300，这个是260。ब्रश ले लेना ग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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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कर अरे वो ब्रश से खींच ना好，展示一下我的成绩。好，这是小王的成绩啊，还可以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手枪。手枪 Brita。然后中间这个 A 是中心，然后看现在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A 的区域啊。瞄准这个 A。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是。然后这个是那个 Uzi， 然后 Uzi 就是后坐力有点大，而且它那个火光和那个烟雾也有点大，所以导的有点发挥失常。不过还是可以的啊。基本上在这块。我给你看我的冲锋枪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的朋友的。哇塞，这个是一位女生啊，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中心区 A 这边，而且基本上弹无虚发，特别棒，大家给她点个赞，刷个礼物，刷个火箭，一键三连。好的，小王的这个射击体验就结束了，前后吧，因为我们是他在刚刚那个营业的时间过来的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没有排队，直接就进去打了，前后差不多15分钟吧。小王打了两把枪，一把手枪和一把那个长枪，怎么说呢？感觉还是挺震撼的，跟我平时在游戏里面玩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他这个枪是真实的，有后坐力的，而且是9毫米的那个大口径的子弹，打完之后枪口会上台，有非常
真实的后坐力，而且还会有那个弹药的这个烟雾出来，所以小王刚才在打的时候还是挺紧张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算是圆了小王的一个梦吧。好吧，今天的小王探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